为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91面啊，391面，咱也是对第一行念起啊。十乘之理观，定化究竟之模式，以五蕴生死迷暗之法为经过。天台家的执行观法，咱简略的介绍出来了。诸位听到了后，就知影讲修学的艰难。啊，真正有这个条件修学这个法门，这是在文文里面讲得真清楚，从中下根啊，上根呢，只要修第一种，观不思议境，伊就成功了。就会开悟，就会证到原教初诸菩萨的果位。无修净土呢，伊拢生化众世界，超越是法界咯。啊，君的人则条啊，拢修也会当啊，正果啊，也会啊，立初诸菩萨的地位，你都知影咯。上中下根，咱拢无配啊。咱十条拢OK咯，有人入境无？无啊，也是凡夫一个啊，也是烦恼顶顶啊，犹原是妄念纷飞啊。现在人所讲也心浮气躁啊，但是这个十行呢，咱看到了后啦，对咱有相当的启示。这个开始是什么？认识家己啦，唔敢过功过傲慢，怎样讲？甲人比差太远咯。这条我倒转来，虚心大地念阿弥陀佛，你看这十行观法啦。诶，发究竟模式，这究竟模式怎样啊？甲诸位讲过咯。大乘经上讲啊，一切凡夫四种魔，咱都学过咯。我以魔、烦恼魔、死魔。过来都是欲界啊，第六天的啊天魔，通常咱拢无加第六天，就讲天魔。天魔就是指欲界第六战天啊。这是四种，
另外五种就是啊，大乘内面讲的五音，戒定慧下脱下脱之见，也叫五分法身，迷龙别着魔。按照迷呢，你伫即内底生欢喜心，你执着伊啊。所讲的法爱。啊，你无真正去体会到世尊甲你讲的法相应下何方非法？法相应下毋是甲法下掉，甲法爱下掉。对于佛法执着这个念头下掉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法也是有路用啊，只要无生执着就无代志。伊真叫路用，一个执着，一个贪爱，哎，就害咯。甲你的烦恼引起来了。咱平常上界上看到的都是世界人，伊对有概率真严格啊，一条一条伊啊，会持家真正认真，但是安怎呢？看不起别人啊？为别人无持戒啊，我的戒比你较好啊，其他讲过五万咯。哎，知影持戒目的啊，伫倒位咧是得定，得清净心咧。结果伊持戒目的，伊得着是相反咧，得着是讲过五万，得着是烦恼啊，这就叫魔啊。啊，持戒变成魔咯，魔术啊。我拄到真多啊！免讲咱凡夫，连律宗的祖师，这是佛门的讲古啊，这些人真多，都选律师啊。红朝时阵，钟南山的都选律宗啊。中国律宗开山祖师，戒律清严嘛，感动到什么程度呢？一日中一食，每天的中道天人共用，感动天人送共用好伊啊！伊真正叫无食人间的香火啊！每天到个中道，天人送共用来了。有一天，慧基大师大朱文师的法相宗的祖师，经过钟南山去看这个道山律师，去甲拜访。道山律师听讲伊来了，听讲啊，朱温啊，啊，这个朱温就是慧基大师啊。对戒律无讲真重视，真随便，所以就看不起呀。虽然啊，伊有学问，但经讲啊真好。严宗大师的学生啊，就想讲要来看卖，你甲看卖，中道天人啊，上供养给我，这有意思，要当面那个垫一个啊。你虽然学得未歹啊，你无资格。结果啊，迄天中道天人无送供养来，伊真失望啊。下晡开机大师啊离开咯，到第二天中道天人啊过来供养，庐山庐师问伊讲：“怎你为什无来？”伊讲：“怎啊，大乘菩萨伫即地啊。”满山的护法神啊，我未当入来啊！庐山法师一个听，马上就忏悔。流目屎啊，流汗，家己错了，轻慢别人。
祖师都也阁有啊，这种习气，现在人哪得阁讲呢？啊，一点啊，小小成就就讲过五万了，就感觉别人啊不如我，这念头错了。这什么？你学佛就学做魔术了。名门利用绝对啊，唔忙去照念，一个都得害咯，你都对咯啊！现在无人教你咯，无人提醒你，所以时时刻刻拢都爱啊提醒家己。每天暗课拢都哎呀反省，今仔一日讲我有甚物所在做唔对，做唔对的所在马上甲伊改过来，这叫做真忏悔啊！伫做忏悔唔改，迄个无路用，迄是假啊，迄唔是真的啊！第个就改呀，大刚改口，大刚自新，就是大刚有进步。特别都爱当心魔术啊！心无邪念时，即圣境现前光明发现。这是赞叹阿弥陀佛。阿弥陀的心清净平等觉，阿弥陀的心愿一切众生皆成佛，这世俗世间第一的大好人啊，第一定的显灵啊。咱知影咯，应当发心去亲近伊啊。弥陀古德无量清净，是个比个永转魔术啊。西方叫做世界切无魔术，也都是讲切无障碍啊。一切障碍永远断绝了。各看一面的这段，亦无数时，含数无明之意。这就说明西方极乐世界气候正常，无变异啊。素食者春夏秋冬，咱这个娑婆世界，这个地球春夏秋冬变化真大。寒暑，寒天真寒啦，热天啊真热。有面是阴雾的天气。潮湿的天气，这个在西方极乐世界拢无啊。啊，比过十七种功德庄严成就中，出现第三种庄严性功德成就。这个第十七种功德庄严，咱头前有学过了。论诸法，性是本义，言出净土，随顺法性，不怪法本。这是十七种成就里面的性功德成就，这个性是诸性。
是本意就是本性。西方极乐世界，伊无正无，拢嘛是发性变的啊。所以发性是本啊，心那是发性心，土是发性土。所以拢是相住，不变。随顺法性，不怪法本。有言性是必连依，不改依，必连就是自连的啊。伊毋是自作的，不改呢，就是永恒常住的啊。如海性一味，众流立者必为一味。海味不随彼改呀，大海海水是咸的，陆地上无论是江河，水流入去海中，全变作咸味了。海水绝对袂随着江河而变作淡味。用这来比如性啊，性是永恒不变的啊。今这是讲现在咯，讲西方极乐世界天无宿世定义啊。天时地利啊，有地呢，即无江海三国之上。西方极乐世界，凡共平静，黄金色地啊！黄金，咱会有一个概念。但是西方极乐世界，黄金甲咱这个世界完全无同款。啊，咱这个黄金甲人个黄金，只是一点仔相似的款尔。迄个黄金真水啊！黄金会当做衫，柔嫩、真薄啊，就亲像绫罗绸缎同款，伊是真金的。这伫现在高科技下面，黄金啊变作金箔一定细同款，有办法制作一个啊。可是啊，金的颜色、金的质料比袂着人，有什么原因呢？伊是诸星内面现出来黄金啊，七宝啊，无量众宝。咱这世间嘛有，但是咱这个世间变质咯，这注意一定爱记哩，境随心转啊。咱的人心变歹咯。所以这些无量的丁部也都变质了，即变咯，性嘛变咯，佮本来模样差别太大。如果咱的心清净，
甲梦想分别执着拢总放下，咱这世界上的黄金七宝，伊啊慢慢的变咯，变甲甲极乐世界同款。会记得啊，相随心转啦、啊，都、就是因为相随心转啦、啊。这个三好大地，咱意念会当甲改变。咱用善念，用爱心来甲照顾啊，来甲关怀。三好大地真多，这些灾变拢会化解了。这个世间人讲爱啊，佛法虽然无讲爱，比爱也搁较真，也搁较切，真爱啊。但是无用这个名词，用什么？慈悲啊。慈悲是永恒不变的爱心啊！世间的爱是虚情假意，伊会变的。今仔爱你，明仔就无爱你咯。伊是无常的啊！慈悲啊，这个爱是真常啊！伊真正是爱你啊，永恒的爱你啊！你就是变心，甚至讲侮辱伊、陷害伊，伊也是爱你啊！诶，叫慈悲啊！为什么呢？伊对自性流出来，自性未改变的啊，自性已永恒的啊。伊人现在这种七情五欲，也是七情之一，阿赖耶里面变出来啊。阿赖耶是无常啊，是靠不住啊。咱学佛，佛菩萨祖师大德常常甲咱讲，念了波罗蜜安怎修？人介意你爱你，你唔能动真呢，会变啊。人侮辱你、陷害你啊，也唔通当真，会变。伊迄个恶的念头啊，会变做好的念头；好的念头会变做歹的念头，无常啊。所以拢总唔通认真，用平常心对待，迄就好咯。平常心是平等心、良缘心。未改变的这个心，对待一切人事物，这是佛弟子啊。无人如论诸文，诸王行者，无不净色，无不净心，毕竟该得清净平等，不为发心。这是讲极乐世界大众，这大众对倒位来呢？拢是十方世界移民去那边的啊。换一句话讲，西方极乐世界无土著啊，拢总拢是移民去的啊。每一个移民拢爱啊，通过阿弥陀佛的心扎，啊，阿弥陀佛若是无同意，你就袂当往生。现在条件绝对的条件只有一个，叫做心经，即佛陀经啊。咱修行，修行就念佛啦，念佛爱把清净心念出来，就决定得心。我马上讲，清净心现前，
生反省动机土，平等心现前生方便有土。啊，甲我的心咧，就是带带我的心现前生十无庄严土，清净平等觉。啊，对思想讲，心愿行，善根福德因缘，这是思想讲。实在讲，我甲你讲详细咧。咱净宗学会成立，净宗缘起提出五个科目啊。那是标准。净业三好是修下净宗最高指导原则，一定要遵守的。你无遵守这个原则，你袂当往生。佛讲啊，真清楚，三世诸佛净业净因啊，你讲都很重要呀。头一句，孝养父母。弘誓师长，诸心不散。这第一条是什么？第一条是临天仙啊。你临天仙都拢无，你哪当去救了世界呢？第二条是离生仙，就是声闻缘觉，就是三归故就境界，不还为疑。离生仙，是。方便又无托，临天仙是反省动机托。第三条是大行啊，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托上大行换进行者，这种人是生是无庄严托。经文顶面讲个遮清楚啊，明明白白啊，我会当做偌济，心内有数啊，知影主题啊，知影我是什款身份，我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伫倒一等级，清清楚楚。啊，未有正常班，未生起啊，共过五万，这道未生就很心。永远住在清净，至少拢是住在清净，清净心、平等心，无依法心，那就是生死不脱咯。但是西方极乐世界，因为啊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所以啊凡行动机土嘛是清净平等，无依法心。这不是你的功夫修行啊，是阿弥陀佛加持你啊，得到阿弥陀佛保庇啊。啊，阿弥陀佛的功德啊。温德啊，超过父母啊，咱父母无办法对待咱安尼啊，你都会对待咱安尼啊，咱也无往生啊，咱也对不起阿弥陀佛。除正见性德平等，发开一味之味义啊。修为庄严性功德成就，啊，即地讲到天啊，讲地啊，讲人，咱啊，中国俗语所讲的啊，天时地利人和啊，你看伫即句经文内底透出来信息。下面佫讲咯，服务大小江海，
九零天坎，经此山裂，地为疏密，土就丁山。这现象伫今日世界看无个啊。大河小江，大海，叫做世界无呀，叫做世界处处拢有七宝池，七宝池真大，真正像大海共款。无枯林崎岖，也无荆棘山裂，也无梯为山，也无苏米山。一路世界的平静，平坦，一望无际啊！为什么呢？叫做世界的人心平定清净，所以大地就平定清净了。咱现在有山关系不平，就是啊，你心不平，就是这款代志啊。真正对这道理有了解一寡。咱选择古厝，特别是选择一个修行的所在。古人常讲，看风水，看这个地理啊，这是有必要的。但是古人建道场啊，都搬拢伫个关山丛林内面，这一块平地啊。在那建道场，环境幽静，行人未到啊，无人会愿意去啊。这个所在清净，好修行啊。啊，咱今仔日住伫多文巴这个城市，这个城市真特别。伊伫山顶，但是山顶有这款一块边境的地，真正无容易。山顶的平原起伏无大，对一般来讲呢，这是修行人啊建道场的一个好所在。真理想的所在，起落无大，就是人心起落也无大。这个所在人爱好和平啊，哇！一句话讲，在这所在修行，障碍障难就无多咯。可是，咱来了解一件代志啊，那就是穷业啊。啊，至少咱住伫这个地区，大文巴这地区的穷业无大啊，差别啊无大。大家到底来相处，咱们人到底来相处，拢会当和睦啊。拢会啊，互相照顾、互相关怀、合作合作，这都是非常好的城市啊。行业伫即地，行业当下都有义务啊，有使命，啊，这个地区人民带会好。
要安怎来抓？咱做出榜样，互大家看。来生来教，普贤菩萨十大愿龙，你看头一个礼敬诸佛啦。咱努力做，做了十年啦，有点效果了。咱做了无够好，希望以后十年啊，咱做了更加好。每礼拜六的温馨晚宴呢，行业内面的四种动手，无论在家出家，一定要有礼貌，看到人九十度的问讯。咱来安尼来做，你看，如果做十年来讲，我相信多文班每一个人见面拢是九十度鞠躬礼啊。这震动全世界啊！这世界啊，哪有这么好的所在啊？大家啊，拢会想要来看卖，拢想要来参观。带动这所在人潮，带动这所在经济好代志啊！这个所在人诚实，未欺骗人。你只要有这种印象，互人对。全世界大家人自然的宣传啊，这城市就是世界第一模范城市啊，好海城市，咱做会到呀。咱这十年的基础啊，拍落去咯，也真正有礼貌，无够啊。见面十五度鞠躬礼未用，要九十度。啊！日本人行礼时阵九十度鞠躬礼，你也知影，伊对中国有气啊，那是中国的鼓励啊。日本人还会保持，中国人老早给淡掉了。这不是学日本人啊，人家问你是日本人学中国的。那中国现在为什么无呢？因为中国现在学西方，西方无啊。所以咱今仔日甲中国物件找回来啊！啊，称赞如来，这意思是文武用心，改邪归正，对咱本身来做起，对人有礼貌，对树木花草有礼貌，对一切小动物有礼貌。对山河大地有礼貌，咱希望今年今年的时间，这点做够啊。礼貌是头一堂课，这是外表的，这堂课若无，其他都未当去立足，所以都要对家做起。对他任何一个人精神困困，希望啊，五常做到啊，仁义礼智信，做人的根本啊。每年咱再过来做三皈五戒十善，今年咱就改。仁义礼智信这五轮五常做出来，五轮内面的父子母亲个孝做出来，看到别人的年岁跟我的父母差不多的啊，咱就爱甲伊啊当做这个父母来甲看待。爱真够好多啊！看到小朋友爱亲像家己的儿女同款，也爱甲伊看做家己的儿女，爱当啊，以诸心爱护因啊。
啊，大家做伙爱互相相让，唔通小钱。中食先，又食休，伊比较较济下，我请伊来头前。行落时阵，请伊伫头前行，咱伫后面缀伊。对一切人都爱讲信用，严厉有信，做代志认真负责。啊，咱行业的同学会当带头，逐天按你家己按你去做。我相信十年以后，整个多文巴拢会按你做，不知不觉甲这个。城市啊，大向一个真正文明礼仪之邦啊！那都是全世界示范城市。咱爱做啊，爱认真去做，这么好一个环境。大乘佛法都会伫遮来生根，咱学院成立，咱就无偌久，大概是三四年，我都听到有人甲我讲，这多闻巴的居民讲的啊，伊讲将来多闻巴可能是世界佛教的中心啊，这是因讲的。如果恁大家真正会当向这个目标去做，做成功了，因啊讲的话真灵啊，是真的不是假啊？佛法不是宗教，佛法是教育，甲一切宗教毫无相处。佛法对宗教尊重啊，对宗教礼敬啊，无冲突。佛教人敬天、敬地、敬鬼神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拢是众生啊！我甲人讲，一切众生甲人家己是同一个自性，一切恭敬啊！游乐世界唯一珠联七宝，黄金为地。无江海思密定，续显性功德成就，就是继续各显示性功德成就。思密者，因为妙高山，乃以小世界之中心，四宝所成，处大海中，出水336万里啊！我有九山八海，其外为明月体为山。四面山顶中央啊，为地色天所居，有32天分住四切。这是佛的经常跟咱讲的，咱来知影佛说法伊有两个原则：真谛、俗谛。佛以理谛理说法，真谛呢是佛真正的境界。
小弟呢，是众生的境界。所以佛讲小弟，咱真容易了解。佛讲真谛，咱就听无咯，唔是咱的常识。小乘啊，俗地多啊，真地少啊；大乘啊，真地多，俗地少啊。啊，一生法内面，几乎80%-90%拢是真地。啊，咱了解佛说法的原则，佛无有定法可说。以现前人会听到伊甲你讲太空的状况，伊个现前是3000年前印度迄个时代，婆罗门教各种教内面讲的才会听到，讲的才会有丢。佛随顺即个来讲，大家拢听有。如果随顺佛的真谛来讲，大家拢听无。这个物件有重要无？无重要啊！佛讲真话，凡所有上界是浮妄，啊，连六道十法界，拢是金刚经上所讲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这是佛讲真的啊，一个一切有为法包括六道十法界，拢是有为法。到伊真法界是无中央土，拢是无为法啦。释迦牟尼佛，如果是你今仔来讲呢？苏密呀，鸟哥山啊，伫倒位呢？文和系中心吗？文和系是一个单位世界啊，单位世界是文和系，单位世界中心通常啊，拢是讲活动有非常大引力。连光拢会互伊吸收入去，足大诶引力啊！佛经上名词，改称作苏密。其他啲都会安尼解释啊，甲现代科学印证诶完全共款啊。太阳系这小世界，咱南山宝洲啊，啊，都、就是地球啊，围着苏密山的边缘顶面来转呐、啊，围着一转，这是真的，一点也未假。因为世界无这个物件，哇！一句话讲，因为世界哪像不是这个天黑，真正这不是假。因为世界是另外一个空间维持，跟咱空间维持无同，另外一个空间维持。各位处啊，你太悬了。虽然啊，世间人无法度通啊去想象，西方叫世界无苏密山呐、啊，唔是一个天黑。
因有心相，迄、那个心相伫咱面前，咱也看无。无共空间为主啊，比如那像伫做梦共款，你梦到玉皇大帝，看到伊庄严，你梦中看到伊咯，别人甲伊啊共一个梦床咧困来无看到，你看到啊，啊伊无看到。为什么我讲空间为主啊？顶中会看到顶山顶，把空间为主突破了。无论多少空间，伊拢会看到。顶光愈深，会看到愈普遍啊！你看佛咧讲啊，八地菩萨。看到五条元气，看到阿赖耶三世相，这是微观向内向外会当看到变化界虚空界，大理无外，随理无内啊！这两句会讲转咯。什么叫大？无边际，无外，那就叫大。什么叫随呢？无内。也叫水，水的无来啊！一模一滴的微点，咱头前有读过，内面有大千世界，微点内底有世界，偌大呢？在整个宇宙啊，同款大，宇宙无缩小，微点无放大。大水不离啊，所以啊，诸生来对无对立的，大水是对立的，两地是对立的，有无是对立的，境界是对立的，邪境是对立的，全对立的，诸生来对找无对立的啊，无对立，好家人啊。边见爱放下，边见就是两边啊，就是对立的啊。那有这念头，这念头是错误的。诸行来对，无对立；诸行现的相，哪会讲有对立呢？对立对对来，对立啊，对妄想分别执着来啊。离开妄想分别执着，你对立就无去了。这些话是佛经内底科学啊，是佛经内底铁学。这就讲欲盖天呐、啊。四皇天是第一站，地色天是第二站，地色天就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。佛经上也称为道理天，道理天主，伊是第二站。这些天龙，伊啊是住伫个这个中央，四周拢有八天啊，四八三十二，加上中央，咱通常叫三十三天。三十三天唔是三十三站，是伫刚一站，刚一站呢，都是第二站，欲界第二站天。伊就真亲像人间共款啊，有政治组织，中央是皇帝，边啊三十二爷啊，那像是诸侯，中央啊那像是中央政府，三十二那像是省份啊，有组织的。伊个世界无啊，
有的世界是学校啊，阿弥陀佛办的学校。都在叫世界只有两种人，一个老师，一个学生。老师是阿弥陀佛，学生啊是众菩萨，无其他身份的人。啊，你看，四天王天，孤山半佛，就是讲山的半中央啊，山的这半腰。江波洲这个四大洲的海之四方啊，五岩路是一个学科学的，咱来看伊的解释啊。括弧内面是岩路啊，用现代科学甲咱解释。按太阳了苏密，过去有人啊认为讲苏密山伫地球上显系五花，这个五花人高林啊，高林注经内面这个五花啊就真大，认为什么呢？喜马拉雅山就是啊苏密山。咱中国的苏米山的东方，东胜神州，南方南瞻部洲，中国是属于南瞻部洲。啊，方呢是北古老州啊，北古老州经常讲的寿命是一千岁啊，人真有福报啊。喜马拉雅山北面就是啊，西藏、新疆人无遐尼长寿，无符合吧？这是咱家艺术错会咯。念落地即地，甲咱解释：苏密乃到太阳更大之天体云何系啊？苏密就是云何的中心啊！每年云何中心，太阳、地球排做一条直线，这种的机会大概500年才会拄到一摆。哎，你那都渡掉了。南瞻部洲即地球啊，就所谓水者是流体，实在讲就是气流啊。太空当中的气流，海者流体啊，汇集之处就是太空啊。唔是世间所讲的这个海水，这个、解释啊，都是真好咯。佛经上讲的这大海是太空，太空唔是真空，太空有气流，这个。这气流就亲像海水同款，啊，弥漫的太空当中。啊，四天王天是在漆黑当中。真像太阳系这种星系当中，道理天主是伫个银河核心，
必须突破空间位置，你才会看到。尤其佛的经上讲得非常清楚，一个佛的教区有偌济云和谐，就是偌济单位世界的十亿个啊！你都知影讲，释迦牟尼佛这尊佛，伊啊教学的范围偌大？十亿个云和谐啊！这是一个娑婆世界。地球在这大世界里面，伊是一小岛，无大。可是这小岛真特殊啊！人民有贤君，有福德，有因缘。佛菩萨常常汇集来到这所在，帮助这些众生。佛未开悟，超越六道啊，超越十法界。一生会证到究竟的佛果，这是真不可思议的代志啊！中国人俗语讲灵魂，有啊，灵魂不是无啊。灵魂无肉体，伊活动的空间大，变化界、虚空界拢是伊活动的场所，速度大，比光速、比电磁波的速度大太多了。耶路世界无在这个十亿个云和谐里面，可是灵魂一刹那就会到底，用电用光的速度达不到。这个科学家是真正清楚。光的速度一秒钟30万公里，你头光到这地拢要8分钟，是非常近的距离。暗时咱看到天顶的星，有真侪星，距离咱有几落百年的光年啊！光的速度要行几落百年啊！啊，咱肉眼会去看到的这个天顶的星啦，只会咱看到六顶星，愈远的光就愈细啊。你望远镜内面当去看到十几顶星，眼界就打开咯。但是那个灵魂来比，差太远咯。灵魂是家己啊，没了没灵咯，叫没魂啊。孔老夫子所讲的，《易经》里面讲的，幽魂为变啊，四鬼投胎啊，幽魂为变，
精气为物啦。物质是什么？咱讲动物是什么？物质是什么？已经定义这两句的讲得真好，甲《大乘经》里面讲的相应。咱知影易经的出现，佛法未传到中国来。古人对宇宙生命的了解，甲佛经上讲的拢是同款的。所以咱会当肯定，中国传统文化起源，至少嘛亲像婆罗门教一万三千年啊。值得尊重，值得宝贵啊！应该要学习吧。几千年来，拢是遵循这个道统，造成中华大地。几千年的重地久安，地节地理的性质拢记载伫历史上，毋是假。如果把传统的物件断掉，家己阁想一套新的方法。你就要阻拦咯。古人有一句谚语在讲，唔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这真的不是假。所以中国的文化，那是中国之宝，也是全世界之宝啊。是中国人希望，也是全世界人的希望。咱爱认识，爱爱好，爱认真的学习，可以发扬光大。发扬光大，会救全世界啊！帮助世界社会恢复安定和平，帮助这个地球化解灾难。这件代志连外国人都拢知影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前普遍受到外国人的尊重。咱过来看下面，就连七宝者，会说话，三宝会讲，即讲咱世界啊，十业所感。这句用得真好，咱这世界上的居民真正是十业所感，故以泥土化裂为地体，因随心转啊，十业内面啊，拢是坏业，拢嘛是恶业。现在泥土瓦粒里面拢含有毒素啊，严重染污啊，所以现在人活得真可怜啊。古早前这个瓦粒泥土瓦粒里底未含毒素啊，含的有矿物质啊，
因为这里面提炼会当啊，提炼真多矿物、金文当体下这物件，化学元素现在拢是毒素。为什么呢？三毒啊！之前我有所感，古早时阵伦理道德所感嘛，无共款呐。那山河大地，天时地利啊，拢是啊，随着人心伫咧变啊。人心清净都变作净土，人心染污都变作秽土，人心善良就变作善土，人心不善啊，就变作恶土了。佛讲了真好，因缘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啊！这句话和量子学家证明了，所有物质现象确实是意念所造成的，就是念头啦、物质。随着咱念头伫咧产生变化，念善伊就变善，念恶伊就变恶。所以啊，教育重要啊！世出世法内底，无比教育更加重要呀、因为你世界变成这款错，错在哪里？大家都知道错，错在哪里不知道？错在教育教错了。有几个人已经悟到了，真少数啊，不是无啊，有啊。所以都有中国传统文化背后五体投地，什么原因？中国人怎样教育？中国的传统文化，这是啊，古文化，全世界四个文明古国。现在只有中国存在，其他三个都灭亡了。中国文化为什么会存在呢？因为伊会当啊适应各种无同的时代，各种无同的族群，各种无同的文化，伊的适应性太快了。伊个任何的文化无冲突，伊是和平的啊。中国人所讲的厚德忠信、仁爱和平，你个看这八字，任何无同的国家、无同的族群、无同的信仰。无讲宗教，这八字跟有冲突无？违背了伦理道德，四维八德，天下都乱了。人民都会苦了。
中国几千年的教育核心是什么呢？核心就是这个四科，我论我想思维不得，就这简单啦。教了一万几千年了，无什么差错啊，违背就出乱啦、啊，遵循绝对袂出乱啦、啊。两百年前，简称慈禧太后执政疏忽了。对国姓先贤这些物件，尊重的心不是无啊，比较早差了，淡薄了。所以那个时候讲的人也是真多，真正这么多人就少了。清朝亡国到民国，讲的人也无了。当时这些读书人啊，是中上西学，外国的月亮比中国较圆啊，什么拢有外国人。把家己的东西弹掉，日本也还保存一点，但是最近这五十年日本变质了，变得太过分了，几乎把中国传统文化也弹掉了。灾难现前啊，无人够教你咯，现在要安怎呢？在生活化也变作中国传统文化。在中国这两千年，甲中国传统文化融成一体，袂当分割。而且变作中华文化的精髓。大乘内底有中国文化，中国文化内底有大乘。我看这个极乐世界，彼陀专以无漏净心所现，故以七宝为基体，不是啊，泥土瓦砾咯，是七宝啊，只是表法，不是数目字，代表圆满。无量无边的珍宝为体，为什么呢？伊也是以无漏心，无漏心是自性，是真性。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啊，都是梦想啊、分别啦、执着。梦想、分别、执着，拢总拢断了，就叫做。无漏，换一句话讲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人人拢是清净平等觉，
是清净平等觉心所现。所以啊，一切物质拢自然变作珍宝咯。是不思其界所立主呀，不思其界啊，是啊，代表六波罗蜜。在华严经里面是代表十波罗蜜。人人拢修行圆满的十波罗蜜，心不著作，故闻自怜。这是无漏清净心，都是清净平等觉圆满的十波罗蜜所变现的净土。性不著作，就是自怜。不著作的人，不著作的念头，人家是啊，性德圆满，自怜流露啊。文中性不著作，古文自怜跟论著该性功德成就，或性是必然义，这种是共款啊，该性德自怜啊，诸性本自故就满德，自怜令生万法，要做丹经，慧能大师开悟时阵有讲：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就是性德自怜。也搁讲何其自性能生万法，《梵文观》顶面甲人讲：自性无尽。拢是自然的意思，这内底无自作的迹象啊！一切拢是自然圆满成就的。也就是咱啊平常讲的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达到究竟圆满，已经庄严自然现前。无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是凡夫啊。真正心中不生一念，那就真心。真心流露出来，就是啊，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啊，是真实的。自然是真实，咱的造作啊，都不是真实，是无常的。该性德自然为可造作，是自然义。修德有功，性德自现，一念如是是自然义。这都是大经典上讲的，境随心转啊，外面的环境是随心转，啊，有主宰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
你是带妖王星，带着轮回的烦恼习气，就施主你明明利用带这物件去往生，带这物件你为什么要往生呢？你自性内底那是无真实功德，是未当去啊。真实功德是什么呢？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的啊。阿赖耶仓库内底有这的经济啊。虽然有经济安怎，现在一时糊涂，搁卖了。人民中时啊，算讲未歹，运气好，有善友来提醒你，劝你念佛求生极乐世界，你当时就相信咯，就真正去做，就真往生咯，是这款道理啊。如果你阿赖耶识内底无过去世所修的这些善根福德因缘，人民中的时阵，向来劝你，你都唔相信。你未参与啊，是这款的道理啊。一生拢是顾及家己的成见，抓做家己是对。临终的时阵，还阁会接受别人的劝告，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相信有阿弥陀佛，啊，这个不可思议啊！其实是有原因的，过去生中无量劫前也把修过的净土，这都是啊难信之法。这都是啊，为什么一生无去接触佛法？临终的时阵拄到。善友啊，伊也当往生，道理哩即地，唔是五年的啊。七宝即马都加解释，诸业五种的业本内面，及有诸经论稍有差异，反应的人。凡的有无啥共款的啊，本经之金文琉璃，随之何别啊？啊，何别迷欲玛瑙？以这个为七宝，琉璃就是啊，翡翠啊。绿色的叶啊，较有名呢。伊食的是为七宝，这内面有珠啊，美玉水晶拢有出处。阿弥陀经是以金文琉璃玻璃，琉璃就是翡翠。玻璃就是水晶，古早时阵无玻璃，称啊水晶为玻璃。掐骨啊，掐珠啊，掐骨啊，掐骨掐珠玛瑙为七宝啊。地陀轮法金文比琉璃玻璃，这都是玻璃啦。加古玛瑙、加珍珠，弥陀经上讲的差不多。或者经上七宝中，包括火撇、唯一嘛有火撇啊。总之，极乐众宝比妙极乐啊，圣者发念如是啊。是诸诸连连
结成的啊，不是人为的。玩巧世间，了就世报之名，以作比哄你。叫做世界，如何插座里面的电波，与咱这个世界来讲，是啊，属性啊，太多太多了。咱现在了解这道理，为什么做好国土的居民善良啊？伊徛的所在，因为一切法是从心念所感，一定好。咱这个世界居民啊，确实杂念太多。恶念太多，你讲无什么恶念，自私自利就是恶念，执着有我就是恶念。这件代志呢，确实跟教育有真大的关系了。如果对细汉就跟你教，你明白了。你都未讲有错误的思想，未有错误的执着。对细汉无受到好的教育，这种圣贤伦理教育无受过，完全唔知呀。你对书全部拢误会，想错了，看错了。这袂当怪家己啊！现在来讲也袂当怪父母，为什么父母无受过这教育？父母唔知呀？唔哪讲父母唔知呀？过顶一代阿公阿妈迄辈也唔知呀？大概过顶一代，亲像我这种年龄。阿祖啊，因啊，知影，因是清朝末年、民国初年啊，因知影。知影嘛是无办法，社会动乱。嘛拢照顾未到啊。所以这个问题愈来愈严重。愈陷愈深，到现前呢，个社会秩序啊变个这尼啊乱，个地球上的灾难啊变个遮多，人类的灾难都非常可怕了。啊！昨昏我看到一个网络顶面的消息，日本的核辐射已经啊是遍及北半球，该在啊分量。啊，真少，未到甲会害人的健康，但是这个真可怕的信息啊！你看一座，核能发电厂出问题了，都影响到全世界。如果过来一个大地震，当时那是几个核能发电厂出代志，诶，麻烦就大了。一礼拜内，
如果有20个核电厂发生问题，全世界人拢会遭殃啊！这是人为的灾难啊。呀，那是核子战争，更加不得了了。咱就知影讲，核子战争是整个人类的毁灭啦。人类生存的这世间，大自然毁灭人类的几率啦，是真小。但是人类是真的。现在全世界核武国家储存的核资量，有人咧讲至少会到甲地球毁灭十摆，甚至100摆，和地球上所有一切生物拢全灭，是做会到的。啊，这款的科学技术，咱常讲中国人真聪明啊，做会出来未？咱相信 A 啊，肯定 A 啊，佛菩萨聪明，肯定 A， 为什么唔做害人的物件啊？你把地球上的人太了了了。中国人未去做啊！中国人所受的教育、仁义的教育、道德的教育，人家爱人啊，以家顺利啊，齐心同念、合情合理合法，哪会当去做出这款的不善的代志呢？不可能！佛菩萨知影这物件。讲都无讲起，经典从来无讲过。人类啊，会当毁灭全人类，所以这物件发明出来了后。地球上的人类，一半以上失去了安全感，也有少数人住伫农村内底偏僻的所在，对这世界，人讲伊落后地方，伊什么都唔知，伊心内也真正安全。接触到近代的这个文明，无一个是有安全感。一个人活在世间偌悲哀啊！古早时阵的人生有乐趣啊，现在无了。现在人活在这世间，犹如恐怖。心浮气躁，也叫小事。听讲灾难的预言，真正是唔知要安怎较好啊！唔知安怎较好，这款的人太侪太侪了。而佛功夫真正得力。也算讲未歹，未甲这个代志放在心内，伊啊有方向啊，有目标啊，一点也未乱。一个有去功夫有力咯，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求生叫做世界千军阿弥陀佛，真的一点也未假啊。
这个机会那是讲错过咯，哎，唔知道要到多一生多一劫啊，你才会过去拄到一摆啊。机会真正是不容易啊。李世民讲的人真正歹多啊，因相信业障太重，未歇太深，佛菩萨拢未当帮忙啊。最后会安怎输在一起咯？等到伊什么时阵清醒，啊，什么时阵再来帮忙啊？未歇的时阵是未当甲帮忙啊。下面的一句解释啊，唔禁为地，见小本经文，弥陀经上讲的，唔禁为地。在这地呢，这个经上讲，自然七宝唔禁为地，代表圣地自然之唔禁定七宝，合成为地啊。这嘛是有根据，嘛不是随便讲的。唯一空正楷翻译的《无量寿经》有这款的一段经文：其佛国土，诸莲七宝，金文琉璃，山峨虎壁，车骨麦乐，合成为地。有关经上讲了，就是啊。观无量寿佛经，琉璃地上应金神，杂七干草啊，以七宝界分者分明，以一宝中有五百色光啊，其光如花，犹似星月，现出虚空。有这段这款经文，以极乐国土。地无土色，为是圣洁妙不庄严。如往生论文，必诸丁宝性具足啊妙庄严。丁宝性就是啊，诸性当中的丁宝，是故具足一切微妙庄严。诸皆往生论中。庄严种种事，功德成就呀！我来做书台的电影，甲咱讲的啊，耶路世界琉璃为地。可能就是七宝当中琉璃比例啊上大，琉璃是翡翠绿色的，叫做世界嘛是绿色的大地，绿色不是草，是琉璃透明的，对地面会当看到涂骹底，唔禁为地是什么呢？五金是破落呀，伊有大刀，这大刀破落是五金，就那现在这泥土的地上啊，哎，破的路是达玛加路，用达玛加破的，西方叫做世界，七宝大地用五金破落，或者是。路的两边的这个装饰，啊，咱读到这个经文了后，
啊，这个世间所谓颠簸放下了。我伫1977年第一次离开台湾啦、啊，去香港讲《楞严经》。我发言未歹啊，有龙盖寒龟。大弥法师的图书馆，那个面积大概只有咱这个两眼皮这么大呢。要坐100多人啊，讲堂快甲满满，4个月啊，都无意识，人坐甲无位通坐啊。徛咧，门口拢挤满拢是人。香港有钱人真多啊，拢有一寡珍宝，但唔敢挂，挂咧身躯惊风抢去。要安怎咧？阮行有保险箱，放咧保险箱内底啊。有一个同修，有一天伊要送我一粒手表，去银行去领钱，买一粒手表送我，我接受了，带我去看银行的地下保险柜，有两盒珠宝啊，在我面前给我点啊，你看我有这多珠宝。我看了后吐一口气，我讲啊，你只有这点啊，你啊，伊那就真无欢喜的款啦。讲我是嫌伊啊，想少咯。你看银行保险柜遐大，伊只有两阿只细阿，两阿细细阿阿呀。伊就问我讲法师啊，你敢有咧？我讲啊，我太醉咯，比你啊。嘴太嘴咯，你也无法当跟我比，伊讲伫倒位啊，所有珠宝店的还拢嘛是我的啊，伊听这位阿去咯，伊讲安怎拢是你的，你甲看嘛，你这个珠宝唔敢提登去厝的，提登去厝惊人偷睇，佮唔敢挂在手咧，挂在手惊人甲你抢，更伫这个所在一礼拜来甲看一个一两摆啊，摸一个啊，这都是你的哦。我去倒一间珠宝店，叫伊摕出来，摕来我看卖，我望望，甲你拢是同款嘛？你那遮戆呢？我讲你想看嘛？世界上珠宝店是不是拢是我的？我望了后，好啊，甲收起来。你讲我你讲有道理无？什么物件是你的啊？这一点啊，逐工要阁提心吊胆。你看遐多一点也未提心吊胆，人都是糊涂到这个啊，所以怜呐、啊，足可怜的啊！你去念无量寿经，念这个往生论，念这个弥陀经，西方世界这个啊七宝拢嘛是大地，四国拢是黄金是铺马路呀、啊，黄金做手指，那就真了不起。你那是讲啊，你去。到叫世界人来看到，你奈个这个马路顶面这个啊，这个这啊，建筑材料做些装饰品挂在身躯，个你人讲真水，敢是啊，这个会让人爱笑啊。所以这些历史拢都爱参透，你都会啊心安理得咯。啊，咱个这些物件看作是七宝，是什么呢？伊有金属啊，伊太少，就是宝。做了都无遗憾呐、啊。西方极乐世界太多了，
你看看中国啊，这个翡翠，宝玉小偌贵的，比黄金更加贵啊。叫做世界土卡，诶，这个土呢，黄金当作单马家用破灭咯的。你有这个一点点啊，就感觉了不起，真骄傲咯啊，错咯。我觉得世界人看到恁呐，足可怜呢，真正是可怜呐。我经常讲的可怜民家，一点啊拢未记。西方叫做世界这物件太多咯，无人要挃啊，所以贪心拢无咯。太醉了，你住的这环境，宫殿楼阁拢嘛是七宝造成，建筑材料啊，啊，王兴伦顶面讲的珍宝性。祖先当中的珍宝啊，何其祖先恩赐苦足，这回应大师讲的啊，以前的时阵人生万幻啦，有世界已经庄严。是性德所生，性德所现。咱阁讲一句啊，实在话咧，咱这个世界嘛是啊，性德所生，嘛是性德所现。为什么甲极乐世界差遮多呢？极乐世界内面的人。古民只有真诚无希望，咱这个世界古民只有虚伪无真诚。人用的是真心，咱用的是妄心。咱妄心甲纯真的已经庄严变歹了。你看佛弟经常讲的偌好诶，这一切万事万物心现色变，西方叫做世界就心现无色变。为什么呢？伊无色，已经转八色成四谛了，无色了，色是妄心啊，所以啊，因是纯真无妄啊。所现的啊，已经庄严，拢总是性德，即是好变质都拢无啊。那现在变了，变质了，是好物件变歹了，按照变歹，心不现啊。染污、恶浊，把这个世界变成这款的啊。如果咱啊恢复清净平等觉，啊恢复十善，恢复六。波罗蜜啊，这个啊，普贤十大愿王，但现在山河大地，甲叫世界拢同款，拢总是无量珍宝所成。啊，咱的心个个嘛是金刚不坏心，啊，嘛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心现色变啦。现在道理了解了，就看咱安怎变化了。啊，巴西。人人会想变，啊，会变的权掌握在咱家己的手中。啊，你是变极乐世界，你也是变三途地狱的，看你家己安怎变法。大乘经教实在是不可思议。啊！把这些污浊人生的恶弊，拢给你揭穿了。
今天时间到了，那就学习到这里。